正因如此，今天他也才获得与天后张惠妹合唱的机会。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欣赏阿妹与萧敬腾一幕首度合唱。先谢谢你哦，这个在开场给我们所有参赛者做这么好示范，待会儿要担任我们的评审。对，我今天是评审。对对对，很紧张，会很紧张。但是你要先教导大家一下，这个男女对唱必须要注意什么事，尤其如果旁边那个人又比较木讷的时候，如果跟木头唱跟人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想，合唱就一定会有一定的默契。嗯，然后怎么跟他培养默契啊？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安静。培养默契哦，对，或者是我也跟他一样啊，就是他说什么我都会，也是哦，好，就跟他一样话很少就对了。用眼神呢、啊？跟天后合作的感觉是很好。那其实他那时候，我们大概知道说，他说他可以见到，都还不知道可以合唱，可以见到，你知道他在我们面前是怎样吗？他就坐在那咖啡厅，他讲阿妹耶，
就开心的不得了，然后现在在那边装，对不对？其实跟他合作，其实会不会兴奋到其实有哪里在抖，还是心跳有加快，是我们看不出来的。都有啊。天后带着这位这个最受瞩目的新人一起莅临我们超级星光大道，那么马上就要有请你这个坐到我们的评审位置，那萧敬腾就留在台上，不要走开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萧敬腾要陪我们一起主持到最后。在这边呢，马上，你想不想留下来主持？好，那在这边呢，非常谢谢萧敬腾再度回到我们超级星光大道，谢谢。